大家再次同我哋翻嘅嚟出喺橫亞國際排球會呢度。咁啊，將會同大家欣賞嘅就係2013富國工人超級國家杯2013嘅第二個比賽日啊。今日為大家評述嘅咧，有我邱宇勤同埋咧就係麥嘉欣嘅。Hello， 大家好。而我哋今日睇嘅比賽咧，就係會係阿根廷對戰中國香港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哋中國香港嚇，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打入呢個決賽啦。今天的天氣咧就回暖咗好多啦，咁啊見到現場咧就風和日麗啊，咁啊今日咧即將要係舉行嘅比賽咧就係由阿根廷咧就對住香港嘅，咁啊我哋都睇一睇翻咧係目前個比賽個形勢咧。好啦，頭先講過啦，就係今日香港隊對戰一個阿根廷隊啊。咁啊，兩隊嘅實力都非常之強噶。咁而琴日咧就係英格蘭隊對戰咗美國隊，英格蘭隊咧就可以順利晉級啊。所以睇下到底今日香港隊對住阿根廷隊，邊隊可以打入決賽啦？咁啊，我哋喺賽事咧，有四個比賽日嘅。咁啊，喺今日咧完成咗之後咧，我哋會唞一日，跟住咧去到四號就會有我哋嘅季軍賽啦。跟住去到五號咧，就會有我哋嘅決賽進行噶。咁啊，當然睇下啦，今日勝出嘅隊伍咧就會進入去五號嘅決賽。咁啊，輸咗嘅咧就會入到去四號嘅季軍戰啦。咁啊，見到今日啦，兩支嘅隊伍咧都已經開始出場啦。好啦，而家大家可以見到兩隊就開始進場啦。而中間大家可以見到啦，就係有兩位間條恤衫嘅咧，就係今日嘅裁判啊。今日嘅裁判就係我哋嘅 Peter Wright、彼得賴特同埋史提夫艾文斯嘅。咁啊，琴日史蒂夫艾文斯咧都系为呢个嘅英格兰队同埋美国队作为一个评判噶，咁啊今日都要辛苦埋佢啦。咁啊，阿根廷都系着翻佢哋传统嘅湖水蓝色啦，咁啊香港咧都系着翻佢哋嘅红色嘅队衣。當然啦，今日咧，我哋都特別請嚟咗國際馬球聯合會嘅執行委員會嘅師傅啊 ，Alessandro Taylor 就係負責幫我哋開球嘅。咁陣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開球嘅時候咧，就係兩隊就會各自排成一行，然後之後咧，嗰個開球嗰個嘉賓咧就將個球拋去中間嘅喎，咁啊希望兩隊可以爭到個波，睇下邊個可以進先入波啦。咁啊，有睇到尋日嘅比賽嘅朋友都知道啦。咁我哋賽事咧係以六個出格、六個分節咧就係為全場時間，每一節咧就係打七分鐘。咁跟住仲會有30秒嘅時間咧，俾佢哋繼續去爭取最後嘅機會嘅喎，咁所以基本上成場咧就可以打到7分30秒嘅。我哋聽完阿根廷嘅國歌，
之後就會去到係奏翻中國國歌，就係、俾我哋嘅中國香港隊。就完兩國的國歌，可以準備好我們今天的賽事啊！全場的時間打六節，每節打七分鐘。兩邊都是四位的球員，今天繼續都是我們這個富國公民超級國家杯2013的第二場的準決賽，同樣都是屬於24級別的賽事嚟噶。首先就逐個球員介紹，首先阿根廷隊包括第一號第五級別的巴比，二號就是第七級別的杜列朗斯，還有就是同樣屬於第七級別的奧美幹，同埋就是四號是第五級別的當路雲。好，而香港隊方面呢，第一位就是有戈特，第二位就是嘉倫，第三位就是有奇勒根，和第四位的約翰費沙。咁啊，呢度見到咧就係我哋香港隊一號第五級別嘅戈特啊，二號球員第七級別嘅啦。亦都是我們香港隊裏面的代表，是第二最高級別的球員嘉倫。三號見到了，剛才 Karen 介紹過的奇勒根，第八級別的球員，亦都是香港代表隊方面級數最高的球員。而至於四號的就是約翰費沙，屬於第四級別嘅。確實兩隊今日嘅實力都係非常之強嘅嚇。咁因為香港隊頭先阿勤都講過啦，有奇勒根佢屬於第八級別嘅賽手，同埋咧阿嘉倫佢都係屬於第七個級別嘅。咁所以都非常之強勁，而阿根廷佢都唔弱過，都有兩位嘅七個級別嘅球手，分別係奧比岡同埋杜列蘭斯啊。好啦，咁喺場邊咧，我哋亦都已經見到咧，有國際馬球聯合會嘅執行委員會師傅啊 ，Alexander Taylor 先生，咁啊準備咧就係擔任我哋開球禮嘅嘉賓嘅。咁頭先講過啦，就係話咧，依個開球禮就係兩邊嘅球手就會企曬一邊，每人一邊咁樣，然後之後當嗰個主禮嘉賓就會將個波拋出去個中間，咁睇下邊隊可以搶到個波先。今場咧亦都係好關鍵啊！究竟咧係中國香港，亦或係阿根廷能夠晉級到去決賽？因為尋日咧就爆咗個小冷啊，英格蘭最終喺加時嘅時候擊敗咗呢個上屆嘅亞軍美國。咁啊，當然啦，上屆喺決賽咧，美國嘅對手就係上屆冠軍阿根廷。阿根廷不嬲俾大家嘅感覺都係非常之強嘅啦，佢哋嘅隊伍。他們大部分的球手都是很有經驗的，他參加過很多的大型的比賽，分別有譬如英國的公開賽、美國的公開賽，甚至乎是很高級別的、皇后杯。好，一開波大家都在這裡爭緊個波，暫時香港都拿到個波，戈特一路推進被對手的當路雲仲有一個 riding up 騎開咗佢。
我見到港隊方面啊，嘉倫波就去到龍門口噶啦，應該可以撐少少喎。頭先開位係有少少混戰啊，因為佢哋咧就係一齊去爭個波，而球證咧喺當時已經係吹咗哨子嘅。二號嘅係港隊嘅第七級別球員嘉倫，去到門前先至有吹罰嘅狀況。因為頭先個球證就吹罰咗啊，咁佢哋咧應該就會喺翻個定點位嗰度咧就開翻個波嘅。咁啊，啱啱咧去到喺龍門前嘅幾百位去開波，咁啊，基本上對於嘉倫嚟講啊，一啲幅度都冇啊，1-0，紅隊領先。因為佢哋頭先就入咗波嘅關係咧，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就會調轉翻嗰個位置嘅，睇翻先個馬鏡，因為定點開球，所以大家唔可以去同佢爭波啊，好輕易咁樣取咗一分。重新在中間線開波，阿根廷隊搶到個波，剛才因為爭波，那個波彈到快板，但幸好球證沒有出罰，可以繼續。杜列蘭斯剛才推開了個波，前面的隊友繼續接應啊。以為球證吹罰了，但球證示意可以繼續，所以球手只能夠繼續咁樣推前個波。現在個波咧就喺近翻過去，去到近龍門的左邊的位置。拉實僵，因為個波咧就停咗喺靠左邊。比巴都好想去爭個波啊！繼續後面啲物全部喺度做咁咧，一個 riding offer 就係將對手推開，一輪混戰。啊，攝咗上嚟嘅咧就係阿根廷四號嘅當奴雲。頭先因為咧球證就話，大家爭得好犀利喎，根本個波咧完全睇唔到個位置，所以吹咗哨子。呢個就係香港隊嘅球手。咁啊，我哋尋日都解釋過噶啦。咁啊，喺馬球嘅運動咧，啊個攻守互換咧，其實每一次都會變嘅。咁啊，因為咧要保持翻個賽事嘅公平性。冇錯啊，咁因為有陣時咧係會受風向影響啦，咁所以為咗公平起見咧，每一次入波之後咧，佢哋都會將嗰個龍門咧互相交換噶。所以同一個龍門，但係今次咧就屬於阿根廷嘅罰球。奧比干，依個罰球冇對手可以阻止到佢嘅，一開波輕易取得一分啊！因為呢個係屬於定點啦，30位嘅球啦，咁所以咧，其他嘅對手咧係唔可以去騷擾佢或者同佢爭波嘅。基本上有少少似呢個嘅踢足球咁樣，就喺個定點位一開波，只能夠去入嘅啫。而對啲騎手嚟講，係一啲難度都冇嘅。咁啊，成個嘅馬球場，咁啊，除咗中線之外咧，兩邊左右半場都會有幾條嘅界線嘅，包括咗30碼啦、40碼線同埋60碼線嘅。香港騎手約翰費沙好努力啊！一開波嘅時候已經推進咗個波，但可惜跟住落後咗，追唔翻個波啦。好彩香港球手可以攞翻。Goldin 繼續啊，將個波推前。在一個沒有人看守的位置之下， Goldin 將他波推前了之後，就一匹就匹進入龍門。去到第一節剩下4分鐘不夠，香港隊又再有入球的進帳，入球是1號的 Goldin。 大家看看還有一個 riding off 被這個阿根廷隊追著，但好彩佢停一停，勒翻只馬，收翻馬，仲有一個 neck shot 啦，即係喺個馬個頸下面
推一推前的波。咁啊，當然而家現場影住球證，因為咧成個馬場而家咧呢個比賽嘅場地咧，就八位嘅球員咧都唔喺場上面，因為咧喺其實平常大家咧如果睇好多嘅運動咧，啊暫停啊換人等等咧係需要中止賽事，但係其實呢個唔係中止賽事，喺比賽進行緊任何死球嘅時候咧，都可以俾佢哋球員咧去翻拆旗翻去邊線嗰度咧去換馬匹嘅，因為始終啦。運動員會攰的同時咧，佢啲馬匹都係會攰嘅，所以佢哋咧就每一隊啊，獲分派差唔多32隻馬，即係每位運動員咧係有8隻馬去拆騎嘅。咁呢八隻馬咧，佢哋就要慢慢自己去分配下，對點樣可以喺六場嘅個 checker， 即係每一個 section 入面咧，可以騎幾多隻馬，咁啊自己去分配嘅。而每隻馬騎完一節之後咧，咁佢哋可以休息一節，再重新再出翻場嘅。香港隊的代表就大部分都回到了場裏面的了，現在等待就是阿根廷隊，馬齊人就可以繼續開波了，暫時是比數2-1，各隊是少少領先，也是他們將會在中線那裡開波，球證示意他們兩個兩邊站回好自己的位置先。球證示意可以繼續。首先由阿根廷隊撥開咗個波。阿根廷隊嘅奧比剛之前攞咗個波，跟住再俾咗香港隊嘅戈特搶翻個波。現時騎勒緊，兜一兜，做一個 dribbling， 希望可以打開個波。不過球證咧就啱啱就吹咗哨子啦。咁啊，應該咧就係港隊哥特啊。咁啊喺後上嘅時候位置咧就唔係咁好，咁啊製造咗一個犯規嘅動作。有時唔係咁好嘅意思就係話，可能佢哋個角度咧就係擁到其他嘅馬匹啦，或者係造成一個危險性，咁啊個球證咧就會即時吹呢個哨子，示意停止嘅。所以球證吹翻就話喺一個定點位可以重新開波，而個開波嘅機會係屬於阿根廷隊嘅。暫時仍然係港隊2-1領先，三分鐘左右我哋就接觸剩翻。係一個高波，希望可以入咗去。哇！呢、這個又高又遠嘅波，確實係冇對手可以阻止到佢啊！全取一分，阿根廷隊已經追到2-2。一下慢慢騎，唔需要太大力量，但係個手揮動球杆。好好啊！而約翰莊信香港隊嘅咧，佢都嘗試過去救個波，睇可唔可以用佢嘅高度去擋一擋個波。好可惜，佢只能夠睇住個波入網啊！啊，當然啦，喺全球嘅馬球界嚟講咧，咁啊，其實阿根廷可以話係全球數一數二嘅勁旅嚟嘅。咁啊，見到好快呢個把握到一個技術高超嘅人球，2-2平手。但係同一個方向，而家咧就要輪到阿根廷防守啦。我俾根頭先追咗個波，希望可以交翻俾隊友。睇個情況，阿根廷決定將個波推翻去中線。繼續推落中線，希望可以做一個攻勢嚇，但係冇人接應，留翻香港隊。慢慢看準個位置，看交俾邊個隊友先。約翰費沙將個波推咗去邊界位啊！大家要爭，做一個 knee side 嘅 打球方式，即係將佢類似一個反手嘅。因為所有球手咧，佢哋揸個球杆咧，一定要係隻右手去揸嘅，絕對唔可以調轉手嘅。而佢哋個左手一定係攞嚟。騎住只馬，攞住缰繩，似乎有少少犯規，
個球證亦都認出咗雞啦。話喺頭先加速嘅動作，咁啊球證就首先吹罰，應該咧就係會俾翻係香港隊嘅球權，做翻一個定點嘅開球位。但其實呢個定點開球位冇乜著數，因為佢咧好挨近呢個中線啊，所以基本上係唔會有特別嘅優勝嘅。咁但係希望佢可以做一個高傳球啊，睇可唔可以交到俾隊友。決定自己帶去中間，交俾嘉倫。嘉倫將個波推到好前啊，一下就入咗個波啊！非常好啊！呢一下咧，我諗前面防守嘅強都冇諗過，打落去好似個力量唔算太過強，但係竟然可以喺啲馬腳中間全部捐過曬，直接入網。大家只能夠睇住阿根廷隊，真係冇諗過啊！佢就望住個波，唔可以有所動作。因為多數喺中場嘅時候，佢多數可能會開個高波㗎，但係佢採取一個地線。3-2，咁啊，而家港隊咧就暫時領先一球。頭先一開波嘅時候，唔夠兩秒，個球證就示意有人犯規，做咗一個吹罰啦。因為後面有球手咧，就喺後面，大家互相推撞。所以呢一度都係做翻個定點位，將個罰球權交翻俾香港隊。香港隊有四位球員，如果做呢啲罰球嘅時候，任何一位球員都可以開呢種波嘅。咁啊，當然啦，玩馬球運動咧係好着重安全。咁啊，除咗話係唔可以有任何超過角度嘅可以話馬匹嘅碰撞啦。咁啊，甚至乎當如果你見到每一次佢哋準備傳球啊、擊球等等咧，會高舉佢哋嗰個嘅馬球杆。如果你咧非法進入咗佢哋嘅擊球位置咧，又係一個犯規。啱啱球證又再嚟一個吹罰啦，點解咧？因為香港隊咧就俾人推撞啊！阿根廷隊確實有啲心急嚇。球證喺中間就講緊，頭先呢個行為係絕對唔可以。因為始終都係講翻啦，阿根廷隊有啲心急，所以就嘗試去推開香港隊嘅球手，希望自己喺一個有利嘅位置可以進攻，甚至乎可以搶到波。因為當佢哋咧開一個高波嘅時候，好容易咧就進入到對方嘅防線啊！香港隊準備開波，雖然未開波，但係你見到咧，其餘港隊咧三個球員亦都已經咧係向前推進啦，因為咧就係諗住想一個嘅長傳球，將波推到好前嘅龍門啊，一輪半戰。得唔得咧？入咗波啊！咁啊，個港隊嘅戰術好聰明啊！佢哋一開波嘅時候咧，三個嘅球員全部向前衝。其實咧，前面第一個咧已經係 miss 咗噶啦，不過後面有人咧可以幫佢補翻。阿根廷隊頭先個當路雲嘗試去做一個攔截，但好可惜啊！佢將只馬咧衝到太近個龍門，停切啦。咁啊，呢一球有啲隱恨啊嚇！而家個分數分別是阿根廷隊兩分，香港隊有四分，時間只剩下六秒啫。夾埋打六節，六個出卡，咁啊三節就換場。咁我哋第一個出卡，第一節咧剩翻時間唔多啦。鐘響咗，即係話如果進攻未完，未到死球咧，就仲有半分鐘嘅。只要個波一直啊都未掂到塊板啦，或者出界咧，依個波係可以繼續有效嘅。所以大家做一個 riding off， 你見到阿根廷隊不停做個 riding off， 希望驅走香港嘅棋手。啱啱球證是吹罰。好啦，咁啊有死球出現。
再次歡迎大家翻返到嚟喺位於新京津嘅天津環亞國際馬球會啊！欣賞緊係2013富國工人超級國家杯，我哋第二日嘅總決賽，咁啊第二節開始噶啦喎！咁啊見到港隊咧一開波咧已經將個波咧打咗上去前面啦。冇錯，頭先一開波嘅時候，香港隊已經將個波進攻啊，係咁向前啦。咁啊，卡拉德揾個位諗住交個波，做一個追步令，翻翻回傳，諗住俾戈特嘅。然後之後加倫攞翻個波，應該就係戈特啦。戈特繼續做一個 ride off， 希望將阿根廷嘅球手推開佢嚇。而家個波就喺場邊，阿根廷隊場試勾翻上嚟啦。咁啊，奧比幹啊，勾到個波之後，將個波推翻去中場，繼續上個龍門位，諗住揾個好位。哎呀，好可惜啊，自己打甩咗啊！咁唯有等佢個隊友睇可唔可以補救到。香港隊趁呢個機會食翻啦，攞翻個波啊！一路追戈特，係咁追住個波。你見到阿根廷隊嘗試去勾佢，但勾唔到。後面補上阿根廷隊。今日咧，我哋睇頭兩節咧 ，Karen 好似咧睇緊賽馬咁啊。尋日咧就好多混戰出現，今日咧大家都係希望用個長傳，哇！又入埋啊！又入波啊！哇、哦！犀利，全部都係咧一啲係長距離嘅試射啊！呢、這個就係二號球手加倫啦。其實頭先你覺得非常之啱嘅，點解呢？阿根廷隊本身係一個非常之強嘅球隊，所以香港隊一定要去非常之進取啦，令到佢哋咧感受到壓力嘅存在啊！呢一度你見到加倫虛住個波，想自己繼續打一個 dribble 令，啱啱好 dribble 咗之後咧，就個波推遠入去啊！好啦，即係港隊又多一個嘅入球啊！5-2啊，暫時領先緊三球，因為始終今日咧 ，Karen 比對翻尋日咧就落住雨又大風啦，咁所以咧喺個草地嗰個球速咧係慢啲嘅。今日咧，哎呀，啱啱呢個球手太過進取啊！但冇問題嘅，因為喺呢個嘅馬球規例入面咧，跌馬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只要個球手佢冇受傷。絕對冇問題，只要捉翻只馬，咁就 O K 啦。然後啱啱跌落嚟嗰個係加倫啊，太過進取，好彩人冇事就得啦，絕對可以上翻馬。我哋可以見到，你見到加倫，因為佢黐得太近嗰個欄邊啊，而只馬就四隻腳，每兩隻腳就喺個欄邊捉間，咁變咗佢就失去咗平衡啦。佢想有少少靠自己腰力咧，硬軟少少去打，咁啊，但係最終自己捉唔實咧，就跌咗落馬。有時就係話只馬去咗，但係人咧就仍然停留喺個原地，所以就跌咗落嚟啦。冇事，我哋繼續開波。而家一攞，俾阿根廷隊搶一個攻勢啊！比巴繼續攞到，哎呀！佢自己打失咗臨門前攤 Q 啊！嚟一個回傳，希望可以補救到，睇下有冇隊友可以接應啦。你見到隊友開始做一個 dribbling， 慢慢推前，應該有機會啦，應該入咗啦！呢、這個龍門正咧，佢就話絕對係入咗啊！好彩有佢個隊友幫翻比巴啊！頭先。再睇睇翻慢鏡啊！咁啊，第一次試過咧就唔得，最終咧俾佢哋喺右邊咧將個波噴翻落去中間嘅位置。咁啊，而最後咧，咪見到二號嘅奧比幹再加速將個波咧送入龍門。其實奧比幹呢一下已經好薄嘅，已經將成個身拋咗出個馬身以外啊！啲馬又開始攰啦，所以咧個球場面就剩翻兩個球證啫。乜都係啦，其實阿 Karen 我哋都講過啦，每一場嘅馬球比賽，其實咧係球隊都會準備咗好多馬，就係準備呢場賽事。好似頭先嗰一球啊，就係好靠加倫將個波推走咗啊，所以令到咧巴比臨埋門嗰少少就冇得打入去個龍門位啊。咁啊 ，Karen 其實咧，我頭先啱啱講到換馬啦，通常一場比賽。一隊波四個球員加多個 reserve， 但係佢哋通常會準備幾多馬呢？
一隊咧就通常有32隻馬，咁啊因為每位球員咧佢一共咧就會有8隻馬嘅，但絕對唔可以用超過依8匹馬嘅數量。咁啊好多時啲朋友就會問啊，咁到啲馬有啲好，有啲冇咁叻噶嘛？咁你如果係主場，你咪攞曬啲好馬咯。咁其實唔會噶，因為點解咧？為求依個公平原則啊，佢哋係做一個抽籤儀式嘅。咁啊，分別有3個箱啦。咁每一個箱咧就有唔同質量個馬，譬如 A 箱係最 top 嘅馬，而 B 箱嘅馬可能麻麻地嘅，轉冇咁靈活。而 C 嗰箱咧就係、是、哦，啲馬係可能啱啱學識馬球依個運動嘅啫，冇咁熟悉嘅。咁啊，每隊都會喺咧每一個箱入面抽一啲馬出嚟，咁啊，務求大家每一隊入面都有非常之好嘅馬，或者係麻麻地嘅馬，咁所以做到依個公平原則噶。嗱，我喺死球嘅時候就換馬啦，咁啊，但係當然咧都有規限嘅時間嘅。夠鐘嘅時候咧，裁判就會咧就係鳴號示意咧，就係叫你快啲翻翻嚟準備好開波啊！因為如果咧球證開咗波之後咧，嗰啲球手繼續換緊馬，佢哋都係用緊自己嘅時間㗎，所以都係自己唔著數㗎。即係除咗你入咗波之後，中場開波嘅死球，你就可以蹲少少時間。但如果平常咧，其實比賽進行期間你可以隨時去換馬㗎。不過好似 Karen 話齋，就係、是、用緊你自己嘅時間同埋你打少咗嘅人啦。頭先一開波，大家就好似有少少猶豫啊，到底打唔打好咧？兩隊好似呆呆地喎，就係、是、因為個波碌咗去啲馬腳中間，大家就諗緊點樣勾翻個波出嚟。但當阿根廷隊起手嘅時候咧，球證就示意後面有啲馬係犯咗規，需要吹罰㗎，所以個球應該就判翻俾個香港隊。香港隊奇拉特做一個追捕令，追捕令就慢慢帶球。帶球帶球，交翻俾後面嘅球手，希望可以做一個長傳，睇下前面有冇人接應啦。交俾 John Fisher 約翰費沙，但好可惜，這個球呢個波完全唔啱位啊，起手唔到啊。同埋企位咧，一早已經見到三號嘅杜連蘭斯咧，係已經一個 riding off 得住咗，俾咧就係港隊佔有任何咧可以起杆射球嘅機會啊。咁多數三號球手佢企嘅位置咧，係差唔多兩邊都會企嘅，但係佢哋個騎功係最好，同埋係最適去我哋叫 fit ball 啊，即係喂波俾其他隊友啊，希望可以做到呢個進攻㗎嚇。阿根廷隊一路追住追實，奇納特亦都唔會俾機會佢啊。暫時個波都係屬於阿根廷隊，想做個追捕令，慢慢帶波，繼續自己帶住先。哎呀，好可惜，帶帶下失咗手。後面有港隊嘅成員追住，當魯雲啊一個高傳，希望可以前面有隊友接應，但係好可惜，球證吹罰咗啊！約翰費沙諗緊頭先，咦，係咪真係有啲動作咧？順帶一提咧，其實約翰費沙就係呢個馬球會入面嘅，佢係負責管馬房嘅，咁佢係馬房總監嚟嘅，所以佢對馬球有相當嘅認識啦，而且咧佢都打咗好耐波㗎啦，係一位非常之有經驗嘅球手嚟㗎。而吹罰咗咧就係港隊嘅正式起手。但係頭先就俾阿根廷隊撞一撞，咁應該係後邊咧見到就係杜連蘭斯啊，佢咧喺後邊跟進想起杆嘅時候咧，再有港隊嘅成員咧就係阻攔咗佢，咁啊所以球證咧就吹罰咗港隊，俾咗阿根廷咧一個罰球嘅機會。呢個罰球又係阿根廷隊任何一位成員都係可以爭取嘅，而港隊嘅成員就一定要喺兩支球桿嘅後面嗰度盤旋啊！咁啊，其實講到馬球啦，咁啊喺南美洲嘅球隊咧，佢哋可以話喺世界級別嚟講咧，都係數一數二嘅。除咗話阿根廷啦，係上一屆嘅世界馬球錦標賽嘅冠軍啦，仲有智利啊、巴西啊等等咧，呢啲南美洲國家都係好犀利。冇錯，咁啊，英國同美國咧都係非常之強勁嘅打馬球國家啦，而佢哋都有唔同高級組別嘅杯賽喎。而英國咧最高嘅級別咧係去到一個嘅女王級啊，
所有打呢個女王級嘅球手咧，都係屬於專業性質嘅。咁啊，其實講真咧，喺世界嘅勁女方面啦，墨西哥啊，甚至乎澳洲咧，啊都係其中係全球馬球界嚟講咧，都算係勁女嚟噶。如果我哋嘅觀眾咧心水清的話咧，可能會知道啦。其實約翰費沙佢個細佬咧，今次喺呢個比賽面都有兩個傷嘅喎。咁咧佢就係幫英格蘭隊打嘅，就係亨利費沙啦。咁因為佢哋咧全個家族啊都係馬球世家，所以對馬匹啦同埋馬球嘅知識咧非常之好嘅。今天的天氣相當好啊，咁啊，同尋日咧完全係南轅北轍啊！咁啊，因為尋日咧又都係比較凍啦，加上落住雨同埋吹住強風，今日咧其實咧喺中午前咧個温度都係得十零度到嘅啫，但係而家咧日頭就可以話陽光好猛烈啊，配合住我哋嘅比賽舉行，阿根廷再有一球嘅進帳。咁頭先喺嗰個三十碼個罰球嗰度咧。香港嘅其實係唔可以騷擾阿根廷隊嗰個開個罰球啊，所以阿根廷隊睇準，然後一下就將個波撇咗入網啦。咁啊，睇馬球咧，真係一啲可以一家大細都適合嘅運動嚟嘅。好多時見到我哋呢兩日咧，喺我哋馬球比賽進行緊，都會見到好多家長帶埋小朋友一齊嚟睇嘅。入下波，阿根廷隊搶咗個攻勢，追住喺後面，講到嚟一個迴傳啊，一個 backhand。希望可以交翻俾隊友，仲有一個 riding off， 騎住先。阿根廷隊唔會俾你咁容易輕易搶到個波啊！仲有一個回傳，約翰費沙諗住自己帶翻個波。咦？球證又示意吹罰啊！比巴阿根廷隊。頭先喺後面咧，可能就係有騎手，就係喺後面 cut 咗一條線，令到咧對方咧有危險性出現啦，所以球證就是要吹罰。咁啊，頭先介紹過啦，喺場上面咧有三十碼線，有四十碼線，咁啊。當咧有吹罰嘅時候咧，係盡量揀一比較近嘅嗰條線咧嚟開波。咁雖然頭先咧個波好似似喺中場，但係你見到全部碼而家咧都係去到四十碼度開波嘅。冇錯啊，四十碼嘅開波係屬於呢個嘅香港隊嘅。奇納德，睇下會唔會係佢開波啦？咁啊，去到四十碼咧，就因為前面咧都會有其他球員喺度咧，咁啊開波嘅就真係嘗試射門咧，就多數都會打個高波嘅。冇錯啊，係一個高波，好靚啊！入完全入咗去個龍門啦，而咧嗰個旁證都示意係入波嘅。你見到阿根廷隊都冇符啊，對呢啲高波，因為咧佢就算舉高曬嗰個球桿咧，喺度揮動嘅時候咧，都係阻止唔到個波嘅。即係通常係搏下睇打唔打得中啦，擋得到就有運行啦。冇錯，你見到球手喺開啲定點球嘅時候，唔需要太過用力，亦唔需要話將只馬加速得好快，只要睇準個波。咁就 OK 噶啦。六比四，時間咧第二節剩翻唔夠一分鐘。阿根廷隊攞翻個波，做一個追步嚟，好可惜，揩落個籃邊啊，好危險啊！一揩籃邊，做一個 knee side， 即係由膝頭哥嗰邊去打。喺香港隊似乎偷走咗個波喎，冇人睺住嘉倫啊，嘉倫自己攞翻個波，拋翻出嚟。本來諗住交俾哥特嘅嚇，唔緊要，好彩有約翰費沙幫佢攞翻個波。阿根廷隊仲有一個 knee side， 繼續啊！球證話冇問題，咁喺後面希望可以攞翻個波翻嚟。你見到喺度有少少勾佢個球桿嘅動作。杜列蘭斯甩咗手啊！咁啊，俾咗港隊加倫一路推進，後面睇下有冇人追得到啦，仍然都係加倫啊！
教練自己看住，希望交翻去後面繼續。嗱，雖然向中啊，但係仲有30秒時間可以攻，睇下入唔入到，加多棍搞掂。嘉倫呢球偷得非常之靚啊！偷咗之後唔需要心急，做一個長傳，長傳翻俾自己，跟住慢慢睇準嚟入翻波。因為之前的攻勢咧，阿根廷嘅導練蘭斯咧，其實佢喺後面差唔多係最後一線嘅球員，其他三個隊友等緊佢交波，咁啊諗住一個好嘅射門位置，但係咧冇諗到導練蘭斯交失咗之後，即刻咧就俾機會咧就係港隊二號嘅加倫咧順勢就做一個反擊嘅快攻，因為頭先講過咧導練蘭斯最後一線啊嘛，後面冇曬人啦，咁啊所以加倫咧長驅直進翻翻去咧就係射入呢球。加倫都好醒噶啦，諗。歡迎大家回到嚟天津環亞國際馬球會，同大家欣賞緊係富國高銀超級國家杯2013嘅賽事。咁啊，繼續有邱宇勤同埋咧就係 Karen 麥嘉欣咧，同大家欣賞呢一場比賽噶。咁啊，中國香港隊咁啊喺6節嘅賽事當中咧，第二節完咗之後仍然領先啊，領先嘅比數再擴大咗少少，去到7-4。哇！今日個感覺啊 ，Karen 同我哋尋日睇英格蘭對美國嘅第一場準決賽完全唔同喎。冇錯，今日嘅節奏可以話係快好多啦。咁啊，因為琴日英格蘭隊同美國隊打嘅時候有啲落雨嘅情況，所以咧啲球員都比較保守啊。咁啊，頭先一開波嘅時候一輪混戰，因為當個波打落塊埋板，大家追住，阿根廷將個波推翻出嚟，加倫攞翻個波，希望可以交翻俾隊友啊！冇錯啊，佢個隊友奇勒緊啊，可以攞翻個波出嚟。咁啊，大家都要記住啦。咁啊，喺我哋馬球嘅運動咧，係每一次你進攻入咗波之後咧，兩個攻手嘅要互換、互相換邊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睇得混亂。攻完一邊之後咧，入咗波就要向另外一邊攻噶啦。頭先又快曬，將個波交去俾哥特啊，希望可以做一個進攻。咪見到阿根廷嘅比巴諗住想將個波推上去前面，但係球證就出咗雞啦。不過其實以我哋慢慢咧睇得越多，大家就會明白好多時除咗話個可以話轉手為攻嚇，即係當好多四個嘅球員對方進攻都全部推曬上去接近龍門位嘅時候咧，如果你控球控得唔夠好，隨時俾防守球隊一棍將個波扳翻去自己嘅前場咧，就大家都追唔到嘅。咁啊，同埋咧，每一次喺賽事最危險得分嘅位置喺邊咧？你見到佢哋好多時都中意將個波咧先撻咗落去球場嘅中央位，跟住大家就用啦。亦都見到啦，今日咧係好多我哋叫勾棍嘅情況出現啊，因為咧馬球啊個規例就係話你係可以純粹勾你個對手個球杆嘅，但係嗰個球手一定係個棍係擺喺地下啦，未開始起手揈嘅時候，你先可以勾佢嘅喎。港隊搶翻個波，交翻去中線先。但好可惜，阿根廷隊又即刻嚟一個阻攔啊！仲有一個 riding off， 你見到阿根廷隊非常之 aggressive 啊，佢將個對手將佢推開啊！繼續追。做一個 dribbling 啊！頭先咧就做咗一個嘅吹哨子啦，球證次停止啊！咁啊，當然啦，球證吹罰咧一定係有違例嘅狀況出嚟啦。因為要保護球員同埋保護馬匹，所以咧都係啦。起杆嘅時候啊，咁啊見到咧。敵方咧係唔可以喺大家嘅起杆位嗰度咧就係涉位嘅。咁啊頭先咧見到一個 running off， 其實見到阿根廷有少少咧係想跟進上去嘅。咁啊所以球證就吹咗就話港隊咧有少少嘅非法嘅阻擋。有就係佢想咧將嗰個棍啊跨過人哋隻馬去勾個波，咁呢個係絕對唔容許嘅嚇。高波過，但係角度麻麻，落咗喺龍門前啊30碼內。
根廷隊嘗試去自己諗一個波啦。嗱，又嚟啦，準備做啦，準備攞啲波，一個長傳，希望繼續將個波推翻去前面。但是角度慢慢，而家咧見到阿根廷即刻揾一個咧走翻去中間防守，因為見到個波咧去咗右邊，其實就好難咧就係射門嘅。啱啱球證吹罰啦，因為咧後面嗰堆球手咧就有啲犯規嘅情況，尤其是又勾棍得肚咪，係一個 neck shot 啦嚇。其實大家咧睇到馬球有好多嘅攻勢啊、戰術咧，同其他運動好類似。除咗我哋形容嘅話，好似足球咁啦，亦都有少少好似欖球嘅。欖球咧，你當然係要攞得分之後再射龍門球啦。但係欖球就係龍門球，你越企得咧越偏，其實就越難射。馬球係一樣嘅，所以咧你見到個波頭先一去到右邊嘅位置，本身咧追咗翻嚟嘅阿根廷防守球員即刻放棄佢，走翻去中路先，就係、是。俾港隊有機會將個波推翻去最有利嘅射門位置嘅。冇錯啊！而家呢個開球應該就個機會係屬於香港隊嘅。冇計啦，咁啊，但係因為頭先出現咗犯規嘅狀況啊，咁啊，阿根廷咧就係被吹罰，咪俾咗港隊，咁啊有一個幾有利嘅位置。係正因為頭先咧被吹罰嘅時候喺三十碼內，所以咧就去到最接近龍門嘅三十碼線咧，就係去處理呢個罰球。呢個開球應該就係由香港隊嘅奇勒緊去開波，唔需要太過快，將只馬慢慢跑，一個 slow canter， 滴一滴只馬。應該就是偏了啊！見到咧，我哋頭先咧，阿 Karen 一路教大家睇咧，有時自己可能睇唔到個波點樣樣啦，角度睇唔到佢係咪入波咧，好簡單，睇下龍門後面攞住個白色牌嘅，我哋個視線員，如果佢喺度舉高揈咧，即係話入波；如果將個牌壓低，即係好似頭先咁咧，就係、是、偏離咗啊！咁確實頭先確實其實緊咧，佢應該係浪費咗個機會。呢一啲球佢唔應該去射失嘅，但好可惜啦。希望佢可以把握之後嘅機會嚇。講到做翻個防守，球證啱啱吹罰，攞翻個波，因為後面有所動作啊。之前咧做一個 riding off 嘅時候，後面嗰啲馬咧就互相推撞啊。好啦，咁啊，繼續咧就係阿根廷喺呢一個攻勢咧就係有攻左啊。今次呢個罰球定點罰球就應該個機會係屬於阿根廷隊啦。阿根廷隊盡量將個波推向自己有利嘅位置，希望可以做一個靚嘅罰球出嚟。咁啊，睇到喺呢一個位置咧，即係代表我哋嘅防守球員咧，係可以喺龍門前面咧，係作出防守嘅。佢做呢個防守咧，你見到多數就係兩位球員企喺兩個門柱隔離啊，希望可以做成一個阻擋。前面嗰位球手希望可以用自己隻馬可以擋到佢嘅視線。哦，成隻馬，呢啲叫 rear up 啊，即係成隻馬企高咗起身。咁啊，因為咧喺馬球運動上面，除咗球員啦、球杆啦，其實只馬咧先至係最好幫手嘅。冇錯，因為有時你要將個對手推走咧，甚至乎佢可唔可以企到實喺嗰個位置等埋你嘅動作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啊。所以只馬係一個很好好嘅拍檔嚟噶。頭先射入咧出咗底線，咁啊變咗係港隊嘅底線球。港隊繼續攞翻個波，一個高傳。呢個高傳非常之近個板邊啊，一路推前啊，但佢已經出咗界，頭先做咗個吹罰啦。而家佢哋就把握個機會，大家就會全部去換馬，因為啲馬咧就始終太攰啦。而騎手方面，佢哋就會盡量去配合翻新嘅馬匹，睇佢哋速度可唔可以做好少少。同埋，例如做一啲 riding off 啦，將對手推走嘅。而
因為今天是沒有風向，所以對於馬匹來說，尤其是我們現在是舉行的時間，現時在天津的氣温約莫17、8度左右，但今天陽光比較猛烈，所以對於馬來說個消耗都挺大的。大家看到很方便的，他們換不是換人，換馬的位置呢，因為已經在這個牆邊是箍了十幾隻馬在等著的，是隨時當他們的球隊的工作人員知道，因為馬房的工作人員知道他們已經開始騎緊過來，其實已經準備定第二隻馬給他，一落完就立刻上去換馬的了。其實個情況就有啲似足球啦，呢、這個時候咧，啲球員都會自己補充翻啲水分啦，咁啊飲下水。仲有喎，有陣時佢哋覺得啊，嗰支球杆唔係好手感喎，或者係個長短度都覺得啊唔係好適合呢只馬匹咧，佢都會換一換支杆嘅，因為始終啲馬匹咧都有 size 之分，有啲高啲，有啲就矮細少少，咁所以佢哋支球杆咧有陣時就會因應翻只馬而去換噶。因為頭先個波咧就打咗出嘅板外邊啊，咁啊都係去翻咧就係中場位開波。咁啊，當然啦，現場有小朋友喺度有咩做咧？等一等就得噶啦，因為我哋打六節咧，去到三節之後咧就係半場，半場時間咧就有機會俾啲小朋友落場噶咯喎。點落場法到時先睇。我哋而家睇翻啦，波開咗噶啦，見到阿根廷將個波咧就打翻去中路。加倫。希望可以偷到個波嚇，做一個 riding off， 諗住偷翻個波翻嚟。哎呀，港隊錯失咗個機會啊！緊要後面騎勒緊幫佢兜翻，攞住個波做一個 dribbling， 揾人掩護。但係確實阿根廷隊追得佢太實啦，騎勒緊冇機會，唯有交個波出去，一路向前推進。好可惜，出界啊！其實看到幾下咧，我哋港隊二號嘅加倫咧係幾精嘅打得，因為咧佢好中意咧喺一啲混戰嘅時候咧，用佢嘅獨有嘅佢嘅控球嘅技術咧，輕輕兩下一 tap 嘅時候，突然之間咧加力將個波咧打上去前面，自己咧再嚟一個跟進嘅速度咧去追翻個波，自己去單刀嘅。冇錯，而且奇納近咧，佢都係非常之聰明嘅騎手嚟噶。好多時佢突位咧，都係靠佢咧去衝開嗰啲障礙嘅。尤其是知道啊，對手咧，奧比剛嗰啲一定會追住佢啦。咁所以佢都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突位，用一個速度嘅。頭先。咁啊，因為有所犯規，咁啊，而家就會喺翻個虛線嗰度開翻個罰球。咁啊，虛線五位，咪即係去翻咧就係40碼位啊。咁呢一個位咧就係話，對方球員都係可以出曬嚟做一個攔截動作嘅。咁啊，當然啦，就係呢個罰球就由香港隊開出。佢一開咗之後咧，阿根廷隊一定會嘗試做一個進攻噶。睇下奇勒緊要開個點樣嘅波，高波，但好可惜啊，界外球啊，依、這個屬於就係射歪咗，咪啱啱喺60碼線嚟啊，都幾遠嘅，唔係話咁容易掉到個波，啱啱咧係入到龍門啊，所以出咗界之後，阿根廷嘅界外球，依、這個界外球都係拉翻佢頭先走出嚟嗰個位置，去開翻阿根廷隊攞翻個波先，唔好咁黐板啊！打翻出嚟，做一個 dribbling， 自己兜翻個波。可惜個波翻返去後面啊，要回傳翻，自己隊友攞翻，嚟吧，再交波。阿根廷隊有機會啊！入波啊！阿根廷隊，因為咧，就算後面有港隊球員追住佢，但前面冇人去攔截佢咧，結果輕易就俾阿根廷隊入咗一球啊！成個攻勢做得好靚嘅就係奧比剛咧喺右邊把握到將個波打上去前場，同埋咧真係靠呢個反應同埋速度，因為見到呢邊咧應該係比巴嚟嘅，咁啊你見到佢咧第一下佢唔係即刻加速。去搶波，反而佢特登開慢咗，等港隊防守嘅諗住想講下做 lining up 嘅時候，突然之間俾阿比巴咧就飆咗上去前面甩咗佢嘅。
咁啊擺住咗對方嘅防守入到球，咁啊暫時阿根廷咧追緊少少啦，但仍然落後緊5-7。我比乾頭先一開波嘅時候啊，佢就攞咗個波，但就俾約翰費沙偷走咗個波啊！跟住之後，因為後面有所動作，所以球證就示意吹罰。定點球，由奇勒緊開出，佢決定自己攞翻個波，做一個追步力，慢慢嚟兜下個波先。俾嘉倫，嘉倫嚟一個長傳，嚟下長傳交俾隊友。本來咧，約翰費沙可以接翻個波啊，但係佢唔啱位置啊，接唔到啊，始終係角度問題啦。咁介紹下啦，咁啊，其實馬球場咧，咁啊，一個馬球場咧，接近有290米乘144米咁寬，即係話咧，係成個馬球場嘅面積咧，約莫有7-8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啊，龍門個球柱都係3米到嘅啫，但係寬咧，寬7.4米嘅，咁所以咧，喺咁大個場，咁大個嘅龍門咧，對於球手嚟講係好困難嘅，先至可以喺有角度咁去入波。阿根廷隊頭先好聰明啊！明明個波黐住一個板啊，咁啊，當洛雲咧，咁佢就想勾個波出，咦？但發現香港個球手喺後面追住，一定係想搶佢個波啊！佢做咗一個假動作 ，hold 住我嗰支 melon， 即係嗰支球杆，唔打住等你勾出嚟，勾出嚟有所動作，球證就會吹罰啦。所以看到咧，講到二號的嘉倫咧，都佢覺得好滿意啦，因為咁樣咧就無辜辜令到港隊咧就食咗個犯規。兩位球證頭先都係諗緊，誒，到底係咪有所犯規呢？因為咧，喺馬球個規例就話，當兩個嘅騎馬嘅球證佢哋係有拗叫嘅時候咧，佢哋係可以委第三位嘅旁證去幫佢哋做呢個主持公道㗎嚇。所以有時佢哋都會互相問翻嘅意見。咁啊，但係似乎真係喎，喺商議之後咧。未必係有罰球嘅狀況，即係話咧球權咧俾翻香港隊，就冇吹罰香港隊啦。而呢個球權屬於香港隊之餘咧，亦係屬於一個定點球啊！位置似乎幾有利啊嚇，因為一開波佢可以慢慢推進，嚟一個長傳，交俾前面嘅隊友。誒，阿根廷隊搶翻個波。紧要，好彩有约翰费沙攞翻个波，戈顿再交啊，但可惜冇人接应，咁啊俾阿根廷有个机会，而家仲有个朱柏林攞翻个波先，加伦谂住争，其实咁俾人 riding off 推走咗啊，加伦咁啊跳到上去。其勒緊咧就邊個上去㗎啦？但係個角度咧太偏啦，自己咧想咧做個回軍反手打翻翻俾自己隊友，但係都唔夠力啊！而且仲將個波推咗出界添，所以由阿根廷開翻波，嚟個高傳，時間剩翻3秒。即係話最後一個進攻嚇，30秒可以俾你咧就完成你個進攻，一有4球就會咧完成第3節噶啦。阿根廷有機會啊！哦，出界好啦。啱個波出咗界啊！咁啊，球證就話好啦，而家大家可以翻去換一換馬先。一睇到比數咧，就大家應該可以好清楚啦。7-5，即係話咧喺呢一節港隊一球都冇入過，阿根廷都只入一球嘅啫。因為咁嘅情況就係話，大家都係爭持得非常之激烈啊！好多時個波咧就喺個中場或者挨近嘅龍門嗰度去爭奪啦。咁啊，所以咧就暫時就冇乜入球嘅機會啊。咁但係見到個波一路咧就推前去各自嗰個龍門嗰度，希望可以做得有一個攻勢出嚟㗎。當然啦，嚟到半場嘅休息時間咧，大會而家咧就可以邀請咧就係我哋嘅觀眾啊，現場觀眾入去踩場啊，因為呢個亦都係馬球文化嚟嘅。喺半場休息時間咧，就請啲
球迷咧就出嚟幫手咧，就係、是、踩翻靚啲草啊！冇錯，呢、這個 stimuli 其實呢個習俗係點樣嚟咧？就係、是、話啊，希望俾睇比賽嘅朋友有個機會落場成為參與嘅一份子。咁咧，我哋個球員有冇一塊靚嘅草地用咧？確實就要靠呢啲嘅球迷啦，因為佢哋要將佢哋雙腳踩下嗰塊草地，尤其是當啲馬跑嘅時候，可能會掘起啲草皮啦，或者有啲好深嘅坑咧，就會造成啲馬跑容易跌親或者係扭到嘅。咁所以啲球迷就要幫手幫踩翻實啲草地，填翻嗰啲窿窿嘅。同埋最緊要就係咧，因為你知道玩馬球咧，個波喺個球場上面你滾動嘅時候，如果你個場上面好多坑嘅話咧，咁就會影響到噶啦。冇錯，咁因為咧喺馬球方面咧，就係、是、歡迎大家咧，再次翻到嚟喺天津嘅環亞國際馬球會。咁啊，而家咧就睇一睇翻富國高銀超級國家杯2013嘅上半場嘅精華片段啦。我哋經過三節之後咧，各隊係仲係領先緊嘅。咁啊，但係一睇到其實第一節咧，香港隊嘅攻勢咧係幾洶湧嘅。冇錯，咁我相信阿根廷隊咧，佢都冇諗過原來港隊係可以追得咁貼，咁所以咧，佢初初嘅時候可能有少少掉以輕心啦，但之後咧，佢都唔敢再亂嚟啦，因為咧，港隊咧係非常之進取嘅，每每係將個波推進佢嘅龍門前面，咁佢哋咧都要做一個防守。平時就話阿根廷嘅攻勢特別多，但今次佢哋都要睇翻自己嘅防守啊。咁啊，睇睇翻咧，頭先呢一球可以話喺第一節裏面咧，我哋港隊其中一個靚波嚟嘅，嘉倫咧係遠距離咧射咗啲球。慢慢鏡都睇到啦，個波啱啱好咧就係流入去呢一個嘅門柱入邊啦。你見到頭先港隊將嗰支他們的棍子勾向其他的球員那裡，希望可以盡快點拿到個球。而這一球呢是更加漂亮的，也是應該是嘉倫二號的港隊成員嘉倫，在右邊的位置呢是斜角度這樣去將個球呢就是射入籠了。咁啊，完成第一節嘅時候，咁啊，港隊咧就係領先4-2。咁啊，而呢度睇到咧就係去到第二節尾嘅啦。咁啊，原本領先6-4嘅港隊臨門去到尾已經完成咗第二節嘅7分鐘有效時間嘅啦。咁啊，但係咧港隊好聰明啊，將波首先打咗去前場，咁啊就係乘住咧阿根廷成隊去曬攻啊，冇人防守，俾佢哋咧一個突襲成功喺完場前。咁啊，俾佢哋咧喺第二節爭得球，7-4完成第二節嘅賽事。嘉倫亦都非常之進取啊！每每咧就喺關鍵時刻咧就做出佢嘅水平出嚟啊！例如佢頭先啦，慢慢將個波輕輕咁樣踢咗入個龍門位，呢一度嘗試去爭波。但可惜阿根廷隊咧，佢哋個球員始終有翻咁上下嘅經驗啊！另外一個嘅機會啊，其實見到港隊第三節冇入波，佢哋咧都係想沿用翻一貫嘅嗰個戰術，但係打到上去前面咧接應唔嚟，所以咧完成三節之後，咁啊港隊仍然係領先7-5。咁啊，其實阿勇哥都成日呢一年咧周不時都會過到嚟呢度咧參與呢一個馬球嘅評述賽事㗎。
咁啊，當然啦，喺呢度都係希望啦，可以繼續咧將馬球呢個運動咧係可以普及化喺中國嘅地方，好好咁去發展翻呢個馬球嘅賽事嘅。我哋有位阿根廷嘅球手，好似見到個草地上面有一啲唔應該出現嘅嘢喎，咁啊交咗俾我哋個球證。啱啱咧喺我哋熒光幕嘅左手邊見到啦。原來啱啱有個圈啊，咁確實啦，嗰啲異物咧喺個草地上面咧，係會令到只馬好容易受傷嘅，咁所以啲球手都要特別留意啊。好啦，第四節就正式開始，全場比賽咧，近埋有六節嘅賽事，每節打七分鐘。好啦，睇到而家。大家都舉曬棍㗎啦，咁啊，但係最終咧就打翻落嚟中場位置。咁啊，阿根廷反手想將個波咧打翻回後場。再嚟一個 back shot， 奧比剛希望可以交俾隊友。跟住之後，港隊嘅約翰莊臣啊，將個波推到好遠啊！又埋咗去旁邊，個波就冇出界嘅，但係球證就吹罰咗。暫時未睇清楚究竟啊，裁判係吹罰邊邊嚇？比數港隊係領先7-5，會唔會真係咧有咁刺激嘅賽事？上年嘅鬼點軍兩隊都入曬去決賽，將上年決賽嘅兩支嘅勁旅咧，崩咗落去季軍戰咧，咁啊暫時講都仍然領先啊，7-5。頭先有何費沙都有啲猛震啊，明明係我打緊噶嘛，你做咩吹罰咧？咁但係佢哋係唔可以同呢個球證有異議㗎嚇。依個嘅罰球交俾阿根廷隊，慢慢攞翻個波出嚟。交俾隊友一路推向前啊！林柏港隊嚟有一個回傳，阿根廷隊繼續進攻啊！戈特傳俾佢隊友，希望可以推翻個波出嚟，唔好俾阿根廷隊有機會。嚟一個 riding off。約翰費沙準備推走球手，但失敗。見到奧比剛個控球技術啊，由右邊掉到翻嚟中間，少少嘅 dribbling， 再起杆。只馬不停咁樣喺度等佢啊，而且咧有陣時做咗啲跳躍嘅動作，因為咧得逼得唔切啦。但係呢邊見到咧，戈特啊嘅技術係非常之好啊。首先咧喺門前咧用個 riding off 咧就係、是。擋住咗對方嘅尾巴，跟住咧再將個波送咗去左邊，諗住咧就係大棍啦，唔係大腳，大棍咧就係將個波送上前場，但係咧係似乎就出咗界啊！咁啊，球證繼續開波，奧比剛退走個波，哎呀，有啲危險啊！好彩港隊仲有一個 backhand 回防。繼續講到戈特又係喺場邊解圍啊！希望失敗。板邊波最難咧，就係除咗你話你要個位咧，因為你要記住，唔係你個人兩隻腳企喺度啊，係只馬四隻腳喺度，你要用隻手個僵繩控制只馬，又要避個板，跟住又要啱位去打波，係好辛苦噶。仲有咧就係話板邊波最困難就係當你自己有個位諗住去打波嘅時候。你個對手就會喺後面攝出嚟啊，有機會偷走咗你個波，所以板邊波咧就係對好多騎手嚟講都有一定嘅困難啦。而馬匹方面就好容易咧就踩咗塊板，甚至乎踩咗個波，咁啊，所以可能球手就盡量將個波推翻上中場㗎，希望。好，港隊將個波送上去前面，我見到嘉倫喺左路區進，中間仲見到有奇勒緊。但係交唔交得到出嚟咧？似乎阿根廷啊快一步喎，將個波就交咗俾阿奇特啊加倫啦。咁啊，快一步咧，阿根廷反手將個波打出板外，咁啊叫做解圍成功啦。但亦都係咧，要喺呢度開翻個波啊！約翰費沙喺度擋住啊，當勞雲啊，界外球開出嚟。又是嘉倫將個波調翻嚟中間，
但係冇人追到。嚟到阿根廷隊，教翻個波出去中場先，千祈唔好喺自己嘅門前繼續大軍哇速度交出去啊！而家啲馬已經全部做緊機林嘅狀態啊！繼續做一個追步嚟交波，自己喺度兜翻住個波。哇！呢、這個嘅控球好靚啊！幾次你見到咧，根本個波有陣時佢吊個高波，諗住咧喺個草地可以碌前少少，但係高草地咧食實咗個波啊！但係見到奧美幹可以控制馬個速度，加埋自己嗰個揮杆，只不過咧最終衝得太快，衝到底線。有陣時你見到奧美幹咧，佢用嗰個速度咧，因為只馬真係非常之快，佢回杆回得非常好啊！就係話當佢凌空打個波之後咧，發覺個波仲未落曬地喎，即刻補多棍，將個波帶翻去前面俾翻自己啊！因為後面實在太多馬，而又冇隊友喺度可以幫到佢咧，做一個 cover 咧，所以佢就寧願自己帶翻個波啦。趁住咧就係出到底線嘅死球啊！都大家追逐咗一段時間啦，一個小嘅空隙，即刻咧大家就換馬。今天有啲太陽，所以咧對只馬嚟講咧都係會攰翻多啲嘅，咁所以啲球員都會著重翻嗰只馬個體能，希望可以令到咧保存翻佢哋嘅體能，最快嘅速度可以將個波交到俾自己嘅隊友，然後入波啊！兩球嘅距離，暫時港隊仍然係領先7-5。約翰費沙在底線開波，加倫諗住去接應，但好可惜啊，俾阿根廷嘅球手一路追住啊，出咗板外喎又。咁啊，陣間就會喺場邊就會繼續開翻個波。球證嘅隊友入面有好多波，所以佢哋唔需要執翻個波嚇。交翻出嚟，港隊搶到個機會。小心啊！咪連續兩個打失咗。後面頭先咧，阿根廷隊同呢個嘅港隊嘅約翰費沙有少少碰撞啊，所以球證即刻嚟一個吹罰先。應該咧就係頭先吹罰咗阿根廷四號嘅當路雲啊！我話佢咧喺後上嘅時候個角度太過深入啊！咁啊，會製造咗咧不必要嘅碰撞，咁所以咧吹罰咗阿根廷，咁啊就由港隊開波。而家兩隊咧各自都係非常之緊張，因為希望盡量可以盡快入到波啊！你一個長傳，將個波推前啲，落咗去球場嘅左邊。阿根廷隊即刻嚟一個回放。好，見到奇勒緊，後面咧仲有加倫喺度嘅，奇勒緊將個波炒翻入去中間，睇下有冇人追得到先。但講到似乎冇人應接啊，所以阿根廷解圍成功啊。哥特都未上到去啊，加倫咧頭先係跟緊喺奇勒緊後面，咁啊約翰費沙係全責防守嘅啫。但冇辦法，頭先右邊實在咧太空啊，冇人去接應啊。好，加倫再有機會。但是打空棍，阿根廷就即刻把握翻个机会，将个波拎翻走先。好，奥美干开始咧喺左边咧就系控球上啦。再个 dribbling 继续将个波推前，离开咗自己嘅地带，仲坑到自己，哎呀，好险啊！头先奥美干争啲跌落马，好彩佢个功力够，可以骑翻实只马啫。但系奥美干。犀利在係咩咧？佢可以頭先嗱，你睇下啦。通常控球咧喺個草地上面，你睇下佢個波去邊一下，跟住咧直情咧只用個頭頂啊！但係頭先我話見到幾犀利，唔係淨喺個草地上面打，佢用盡曬所有可以做嘅嘢。就係呢度啦，佢就靠住呢一下，哇！諗住將個身拋出去，但好彩佢功力夠。你見到佢隻左腳不停好似隻蟹鉗咁鉗住個馬鞍，先將自己可以平衡翻嚟，好犀利。但係好犀利，奧美幹用完杆再用個頭，用完頭再用翻隻杆，連續都係唔掂地嘅。
好啦，嚟到若翰費山接應，港隊希望爭取入球嘅機會啊！好啦，反手打翻佢嚟中間，夾緊交俾諗住哥特，哥特俾人包夾住啊！哎呀，阿根廷有機會突襲，三個球員開始飆緊上去，睇下控球控成點。嗱，對住一個港隊球員啊！港隊球員冇機會可以做一個 backhand， 哎呀，差啲俾人推入，頂住。加倫咧翻嚟咧，一路就扛住阿杜倫杜列蘭。其實講得住呢個幾無奈嘅狀態，因為佢唔可以跨過人哋隻馬去追嗰個波啊！反手圍攻咧就係二號嘅加倫吊個高波，但係好似遠得滯喎，會唔會遠得滯咧？追唔追到應該追唔到啦。我自己嚟個 backhand 咧。係啦，當路雲打翻過嚟左邊。你一個 riding off 非常之進取啊，港隊。哥特好嘢啊！跟住呢邊仲有加倫。諗住反手回翻個中間，但聽到球證吹雞啦。頭先嗰下咧，約翰費沙咧亦都非常之心急咁樣將個對手推走咗啊！嘉倫仔頭先話：，誒喺嗰個角落位嗰個，明明我哋爭緊個波噶嘛，我哋冇事嘅喎。但係呢邊睇到落咗馬咧。就好可能係阿約翰費沙嗰只馬可能有事啊！有陣時啲馬太過攰，或者咧係因為啲草地大家都咁見到啦，就係、是、可能有啲窿咧，啲馬咧就可能踩落去有少少扭到個狀態，但係唔緊要，佢扭親之後咧，好快佢會冇事嘅。咁所以約翰費沙為免令到嗰只馬傷患加劇咧，佢就決定落咗馬先，慢慢拖佢翻去，而場面將會咧就會有一啲馬房嘅工作人員咧就會騎只馬。快啲俾佢咧，就同佢交換翻只馬匹嘅。係啦，嗱，見到啦，呢邊工作人員已經將只馬咧帶到去呢個中場位，咁啊，跟住先再幫佢慢慢咧就帶翻只馬過翻去馬房嘅。咁啊，暫時肉眼所睇咧 ，Karen 又未睇到究竟本身約翰費沙只馬咧有啲咩事，因為有冇乜趌腳。其實咧，佢哋嗰個趌腳咧，你要騎上去你先會知道嘅，因為你騎開馬就會感受到，誒點解只馬好似行一邊會特別大力，有一邊特別細力，就好似我哋咧自己行路扭親只腳嘅時候咧，會單下嗰只腳嘅。不過唔使擔心啊，每一場咧係球隊都係準備咗足夠嘅馬匹嚟更換嘅。咁啊，約翰費沙換翻只馬就出翻嚟先。咁而家剩翻嘅時間就唔係好多啦，剩翻50秒到。咁啊，之前都介紹過啦，每一節咧法定時間係7分鐘，但係亦都會有額外30秒，就係俾你。如果係法定時間7分鐘啱啱鐘響完嘅時候，你攻勢係未完結嘅，可以喺死球前完成埋成個攻勢，到真係死球啦，先至係真正完結咗嗰一節。再開波，阿根廷隊搶先攞到個波，講得嚟翻個回防，一個 backhand， 又交翻俾隊友，哇！講得嚟一個快攻啊！又嚟好似第二節咁喎，自己可唔可以攞到個波咧？攞唔切啦 ，miss 咗，好彩後面有隊友，但係球證吹咗雞啊！要暫時睇下咩事先。第二節嘅時候，大家記得咧睇翻我哋 highlight 都知。港隊已經試過又係去到咧，係一節尾位嘅時候先嚟個突襲啊！因為落後嘅阿根廷咧，去到呢一節嘅尾段咧，全軍都上曬去，希望想搶分。但係突然間咧，俾港隊控到波，好彩就係前面哥特咧就個 dribbling 啱啱甩咗，咁啊俾阿根廷追得翻嚟。咁確實，其實咧，如果你有機會嘅時候，將個波高傳咗去後面嘅時候咧，如果自己個隊友去追得切的話，確實好大機會率係可以做一個突襲噶。眼睇啊，仲有半分鐘唔夠，都隔多30秒咧，隨時仲有差唔多成分鐘啦。咦，睇下就我見到港隊翻返去回防，即係話呢個罰球咧就係俾翻阿根廷嘅。港隊都要小心啲啊，因為阿根廷隊而家咧確實係非常之慾緊啊！杜列蘭斯將個波交俾隊友，阿根廷隊自己
兜翻住个波先，好可惜啊，失咗嚟啊！啱啱自己兜唔切个波。嘉伦将个波送上去前面，仲有条缆紧，睇下边个快啲啦。哎呀，個追步力麻麻啫喎，奇勒緊。奇勒緊上次又係啊，喺空中咧控多次個球啊。係甩咗，好啦，再有機會送上去。佢拉翻後只馬，只馬真係都差啲得唔切 break 啊！你一個 neck shot 啊，喺個馬頸下面一下，希望可以做到入球。頭先做嗰個 neck shot 咧，確實係幾緊張噶，因為你見到兩隻馬喺度追緊個波嘅時候，港隊係嚟一個 neck shot， 真係喺個棍喺個馬頸下面穿過去打個球啊！咁啊，似乎咧時間好可能已經係第四節完結咗噶啦。但是要看一看究竟吹罰的時間是在什麼狀況，是的，看到了球呢，我們這邊是吹罰了，但暫時的判決呢就可以說停止了先，因為呢法定的時間。歡迎大家回來2013富國高銀超級國家杯第二場的準決賽，決賽的資格就要看埋咧，仲有呢兩節咧，睇下香港能唔能夠保持領先咧，就係可以話有個小爆冷擊敗呢個阿根廷上屆冠軍啊！暫時仍然係7-5領先嘅，就係香港隊著起紅衫嘅，就係香港隊著起呢個湖水藍嘅，就係阿根廷啊！上屆冠軍亦都係咧現任嘅呢個世界馬球錦標賽冠軍嚟嘅。冇錯，因為頭先喺休息之前咧就停咗個波喺嗰個位置咧，啱啱佢都係翻嗰個位置嗰個開翻波啊，但係好可惜個球證又嚟一個吹罰，所以重新再嚟過。開咗波出嚟，但係球證已經又再吹雞啦。點解呢？因為喺啲情況就話兩隊都非常之心急啊，完全個波一落地都冇機會俾佢碌，兩方面就喺度爭波，所以而家球證就講緊，唔該你哋各自守翻個規矩先，唔好咁心急住，如果唔係根本就開唔成波啊！咁啊，呢個就是我哋嘅賽事總監 Derek 啦。即係大帽男就呢、是、個嚇，咁啊，其實佢今次咧係可以話幫手都有好多嘅嘢需要兼顧啊，好辛苦啊。冇錯，例如啲場地嗰啲安排啦，啲泥夠唔夠啊，或者啲草邊個位置要小心啲啊，咁啊都係由佢去安排嘅。咁啊，大家見到啦，個波咧就好細個嘅啫，已經俾啲球員打到咧扁扁地嘅，但係唔好以為啊，點解個波唔係圓嘅？咁我哋就諗住唔用，反而有啲球員會中意嘅，因為咧會令到個波更加之實淨啊，咁啊打落去個手感會好啲啊。好，一個高波粒過去中間，有冇？哎呀，阿根廷解唔到圍，入入，哎，搞掂喎！哇！一個撞牆喎，同踢波一樣啊！本身諗住咧，阿根廷可以反手解圍，但係解圍唔到，咁啊，俾港隊做一個小小嘅撞牆嚟睇下啦。約翰費沙一路睇住，睇準拉翻只馬一匹，咁就入咗。呢個角度咧，確實係有啲困難，因為係好近㗎。同埋最緊要係約翰費沙打落去，以為佢係交咗俾隊友射，原來佢個波困到阿根廷球員只馬腳。入咗去籠裏面嘅，咁啊都算係計俾約翰費沙嘅入球啦。8-5啊，講緊前三球。入球係冇分到底係個球杆係拱入啊，定還是馬腳拱入嘅？只要入到波就冇問題啦。所以頭先咧，奧比剛用個頭去控波都係 OK 嘅。OK 冇問題嘅。咁啊又係個板波啦，啲騎手喺度追得非常之犀利啊！阿根廷隊將個波諗住掃翻出嚟，港隊嘅成員都唔弱，一路夾攻佢，後面一個追住，戈特喺側邊夾住佢啊！嘉倫交翻個波出嚟，阿根廷隊
俾翻自己個球員先。嘉倫又嚟發揮啦，將個波勾翻出嚟。哇，廣東成員都好搏啊！見到雙城個身拋曬出嚟。唔係因為左右攻守互換啊，即係而家廣隊攻緊右邊啊，佢哋又想送翻個右邊嘅中路，若費沙有少少帶甩咗。佢嘗試跟住喺阿根廷個手上面勾翻個波翻嚟，一個回傳俾隊友，希望可以進攻到嚇。但阿根廷隊似乎攞翻個波，個波而家喺中間喎。咪頭先有少少中咗馬身啊！看來開始比阿根廷有機會就是搶攻，而且各自他的馬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留下個板波出界，剛剛出了界，戈頓今天也很進取，也幫了自己的隊友不少，很多時解圍都是靠他。球證就叫你排翻好先，睇翻個板邊嗰度開波。但啲球員話：，得啦，只馬啲攰啊，各自隊伍都要翻去換一換馬先。而球證都同意咗，暫時啲時間停一停。咁啊，見到啦，球員嗰啲馬，另外一隻已經準備好曬喺度。咁啊，見到啦，約翰費沙都借機會一個 water break。咁啊，因為今日咧真係兩隊波咧個可以話個攻勢劇，可以逐啲形容都幾扯下噶。所以咧一嚟到而家剩翻約莫四分鐘左右咧，係一個分節完。咗一半時間左右就趁住而家立即咧就換馬。其實啲馬都需要換一換噶，如果唔係佢哋就會好攰嘅。大家見到而家嗰只馬嗰個尾咧已經咁短嘅，其實係因為咧佢哋幫佢扎起咗條尾啊，令到咧佢哋嘅球杆唔容易勾住咗條尾，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噶嘛。咁所以啲馬防助理都非常之細心，將啲馬尾全部扎起曬，好似女仔啲頭髮咁樣嘅。好，暫時比數8-5，港隊仍然都係 keep 住呢個領先嘅優勢啊！從來喺呢一場賽事未落後過啊！我相信阿根廷隊在嚟緊嘅幾個 check 入面都會盡量去搶攻啊！其實佢哋就叫人一路都搶緊㗎啦，不過試過有兩個機會咧喺埋門前咧就落空啊，揾唔到個波喺邊啊！因為咧擴一擴埋馬腳，而且個速度實在太快啊！佢哋咧有時拉唔停只馬，又係去到個板波啦，大家勾棍啊開始。約翰費沙諗住嚟一個大力腳交翻個波出去，但好可惜，球證已經吹罰咗。示意頭先咧，我哋嘅二號球手嘉倫可能會有所動作啊。睇睇慢鏡咧，冇錯喺後面。嘉倫係因為頭先有個 riding off 啊，而同阿根廷嘅球手想。碰撞啊！應該俾翻港隊喎，因為似係頭先咧，係奧比幹一攝位嘅時候咧，其實就撞到落去阿戈頓嗰度。咁啊，球證判翻個定點球出嚟俾港隊成員。港隊成員企立緊，自己開翻個波。三號嘅企立緊，送咗中間。但好可惜啊，好似俾啲阿根廷球手擋住。哎呀！啱啱就係咧，阿根廷嘅球員唔需要再起杆，因為咧目測見到嗰、那個、那個可以話嗰個球嘅線度咧入唔到龍門，所以佢哋只需要咧一個 riding off 擋住，唔好俾你港隊嘅人咧任何去再掂一掂，因為咧啱啱我喺前面兩個啫，掂一掂就入噶啦。其實頭先佢哋嗰個，你見到佢嘅策略就已經三隻馬已經包圍住個波，港隊絕對冇機會可以入到去啊！而家港隊成員一個推波。哎追唔切啦！追唔切啦！個波咧啱啱喺啊，嘉倫咧趕到之前就出咗底線啦。但係見到
領先緊三球嘅港隊冇退縮過啊，仲係繼續咁嘅搶啊！頭先我諗住追啊，但係已經追到最後嗰幾步嘅時候，都係起筋發覺，唉，已經個波過咗個底線啊！趕唔切啦！再嚟個開波，又係一個板波，阿根廷球手將佢推翻出嚟，帶翻個波出嚟先。又嚟一個 riding off， 將對手推走。誒，港隊成員楊費沙諗住偷波，佢以為有個分，但係球證話：，誒冇事喎，你可以繼續喎。而家就出界啦！一後上嘅時候，楊費沙似乎有少少咧嘅碰撞，啱啱喺熒光幕外係出現嘅。咁但係球證冇吹罰。覺得你有啲無奈啊，佢個樣。後面係真係喎，佢有俾馬撞到嘅喎。楊費沙，我明明俾人夾住後面嘅喎。確實對球手嚟講，呢度係有少少就係話有不滿啊，但冇辦法啦，始終都要聽從呢個球證啊。開罰球就判咗俾阿根廷隊啊，個港隊無奈接受。港隊成員因為依個係一個罰球判咗俾阿根廷隊，所以港隊嘅成員就要喺個龍門後面記住啦。三號嘅杜列蘭處理呢一個罰球，咁近嘅距離，對於杜列蘭嚟講啊，冇乜話特別嘅障礙啦，輕易就入門球。暫時而家阿根廷咧又再追近少少，6-8啊，落後兩球嘅。其實喺30碼嘅罰球嚟講，對球員咧係一啲難度都冇嘅，因為佢哋已經習慣咗嘅。咁啊，當然啦，喺呢啲頂級嘅國家級嘅賽事。應該對於球手嚟講冇問題嘅，但係你話如果去到一啲咧業餘嘅賽事，去到負4級嗰啲咧就難講啲。好啦，睇到阿根廷嘅進攻又有球證吹雞嘅時間，因為頭先見到當佢哋高速去追住個波嘅時候，後面一眾嘅球手咧做一個 running off， 將各自對手去推走咗啊。咁啊，依個嘅阿根廷隊似乎咧就係話有所動作啊，而球證都見到啦。港隊成員而家商量一下依、這個定點球由邊位球員開出？似乎就由依個嘅Goldin海賽去開出，慢慢做一個 dribbling 自己大波，希望可以喺側邊做一個突圍。但阿根廷隊其實都追得非常之實啊！哥特繼續大波，阿根廷隊不停咁樣將佢哋推走啊！其實緊頭先都俾對手嘅球手咧推開咗，佢想去攝嗰位嘅，但係無奈咧，實在前面咧太多馬，而冇咧自己嘅隊友去接收個波。底線開出，好，阿根廷一個特襲，咪見到個波咧，因為有少少嘅坑位啊，所以咧就有耷停咗。講到加林本來做一個回傳，諗住俾隊友嘅，但係好可惜失敗啊！球證啱啱屬於一個吹罰，好可能吹罰咧就係港隊三號嘅奇立緊喎。奇立緊而家同阿球證講：，佢幫我笑喎，頭先我都係俾人逼住。佢啊走埋去就一個反手，咪佢希望啊幫手解圍嘅，但係佢可能起棍嘅時候咧，有係打到對方嘅馬匹啊。呢啲打到對方嘅馬匹就多數咧係喺個膊頭以下，即係可能
哼到啲馬腳啦，咁啊球證對呢啲係特別唔容許嘅，亦都唔會容忍嘅，因為咧咁樣係好容易造成危險啦，令到馬匹咧受到呢個不必要嘅傷害嘅。咁短時間之內咧，連續有兩次俾阿根廷喺三十碼咧係去射罰球，即係話基本上係送禮咁送喎。冇錯啊，基本上呢啲球佢哋都唔會點樣去射失㗎啦，見到阿根廷嘅球員。擺好個波位先，咁我哋喺開罰球之前，自己多數都會試多一兩下嘅，咁啊打個空棍，攞翻個感覺出嚟。杜列蘭斯自己操刀啊，罰球唔需要太過快，只要做一個 slow canter， 慢慢跑過去。看準個波，打波嘅時候最緊要看住個波底。OK， 冇問題啊，又係攞分咁樣，直接得分一分啊！咁啊，而家個比數就係阿根廷隊七分，而香港隊就係八分嘅。始終兩隊個速度都好快啊，所以雖然話而家講到領先一分，但係都唔可以話咁早就估計到咧。邊一隊可以贏到呢個比賽啊？所以你成日都話騎馬，當你未去到最後一個欄或者最後一球嘅時候，你都可以鬆懈，以為自己贏緊㗎。第五節剩翻12秒到啫，咁即係幾乎係一個攻勢時間嚟嘅。頭先啊，球證做一個吹罰，咁啊做翻個定點球去開出，都係俾翻阿根廷喎。就係話，好可能有機會喺五節完結嘅時候，隨時有機會俾阿根廷可以攀成名手喎。冇錯啊，而阿根廷隊絕對唔會浪費任何一個機會啊，因為都見到頭先港隊咧都係非常之進取啦，而每每當佢哋想去射波嘅時候咧，港隊成員都會出嚟咧去阻攔嘅。咁啊，做一個定點球。阿根廷隊的球手準備是一個高遠球、啊、希望前面有隊友可以接應到。哎呀，好好啊，哇，奇勒根第一下揮空棒解不到位，好了，後面的韓費沙即刻補回棍而已，牙煙啊。剛才他確實很想去解圍，但是差少少，但幸好有自己隊友不怕，因為你始終在加速的時候，你想想正面打都辛苦，但你加速要反手，就是這裡騎勒緊，有些老貓燒燒啊。但很難說，因為很多時候就是說，當你在這樣的速度的時候，即馬再配合起來，它不是太近的球，因為如果你太近的球，有時候就會 miss 了，容易打到自己的馬腳，所以騎手一定會有一段的距離，但太遠的時候，有時候隻手根本就是勾不到球出來。唯有再等了，現在第五節還有兩秒，哎呀，又給阿根廷一個罰球的機會。說到分數確實有點危危苦啊，現在那很大可能呢，在這一節完結的時候應該就可以平手啊。阿根廷隊 set 好個球先，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set 球呢都要看回前面那個位置會不會有個洞呢，會不會它撲不起個球呢，所以呢他們一定要教一教個角度先。當然啦，球證都在旁邊看著，看他們有沒有偷雞啊。現場的風勢開始大一點啊，都是側風來的。我講翻啦，尋日咧喺我哋第一場嘅準決賽啦，上屆亞軍美國隊要去到加時嘅時候咧，先至係最終咧就輸咗俾英格蘭啊，要打到第七節，即係一個加時嘅額外節啊，咪最終咧就係輸黃金入球咧，就係俾英格蘭，咪令到佢哋唔能夠咧再一次去打入呢個決賽。阿根廷隊啊，呢個波簡直係睇住嚟入啊！咁啊，一啲難度都冇，香港高遠球啦，咁啊，所以
暫時的比數是阿根廷隊五百分，而香港隊都是八分，打成平手。我哋而家喺邊啊 ，Karen？ 我哋而家就喺呢個京新京津呢個係天津嘅新地區啊，新地標喺位於新京津嘅呢一個天津環亞國際馬球場。同大家繼續欣賞翻咧富國高銀超級國家杯2013，去到最關鍵時刻咧，因為尋日咧又咁啱咧係美國對英格蘭嘅時候，一路領先嗰啲美國隊，又係去到第五節打完之後咧，俾英格蘭追平手，結果最終咧仲要俾英格蘭贏埋，係英格蘭入決賽，而美國咧就被壓到落去季軍戰。咁啊，另一個上屆賽事嘅決賽嘅球隊阿根廷。本身咧就一路頭五節都係落後港隊嘅，去到第五節尾又俾佢追平手，即係意味住對於阿根廷喺第六節會有啲優勢咧。其實而家兩隊都非常之有壓力啊，咁啊因為阿根廷隊本來一路都係俾人睇高一線嘅，因為佢哋都係馬球嘅強隊嚟嘅，咁啊但係港隊一路咧一出嚟嘅表現咧都係追得好實，而且係非常之進取嘅，咁所以而家兩隊咧都係處於一個膠着嘅狀態啊！而家一離開波，即刻諗有一個埋門嘅機會，但好彩球員解圍成功，啱啱球證再吹罰啦。啱啱似乎咧就這個嘅犯規咧，就對於對方馬匹咧個侵略性都幾大啊！揮杆嘅時候直接咧係擊中到對方馬匹啊！頭先咧已經有一次係阿根廷係黃金嘅快攻機會，可惜佢嘅中路最終咧就把握唔到啊，控唔實個波。咁啊，因為始終啦，當有依個危險性出現嘅時候，個球證咧就會做依個吹罰嘅動作。因為佢係唔容許有任何嘅馬匹因為咁樣而受到不必要嘅傷害啊！好明顯啦，咁啊呢邊咧就係阿根廷就被吹罰啊，一個嚴重犯規，所以即使犯規嘅位置係近中場位置，但因為咧球證係可以根據嗰個犯規嘅嚴重度咧去判罰究竟咧應該喺邊度開波，咁啊呢一球好明顯啦，將個波咧已經擺到去啊三十碼線。冇錯，而呢個嘅罰球都係屬於港隊嘅機會啊！任何一位港隊嘅成員都可以開個罰球，騎立緊，自己吹刀，哎，哇！對方嘅阿根廷球手咧，一見佢一揮杆打中個波，就諗住即刻出嚟解圍，但好彩個波夠力夠快，即刻衝咗入去個籠度啫。香港隊反超9-8，啱啱好咧喺只馬到之前，咁啊就射入咗啲球。咁啊，頭先阿根廷隊可以咁樣出嚟咧，就係嗰個開波位係40碼嘅。阿根廷隊阿強打失咗，唔緊要，後面有回防噶。好，見到而家係香港隊嘅進攻，咁啊帶到上嚟，咁啊但係香港隊把握唔到啊，暫時仍然都係控住，騎勒緊。當劉雲頭先啊追住騎勒緊嚟，一做一個 ride off 啊，兩個都非常之危險啊嚇。楊慧珊。有人發生不停俾壓力對手啊！有一個回傳諗住，誒縮縮手喎，因為費事有依個嘅罰球出現啊！港隊繼續，有人發生準備追住個波，你見佢大腳咁樣騎啫嘛，就希望個速度可以飆到出嚟啊！反波繼續將佢推進籠門。非常之聰明啊！避過曬對方嘅球手，交俾人，似乎交俾阿根廷隊啊！嚟翻一個回放，阿根廷隊可以話可以放鬆一口氣啊！頭先約翰費沙佢嗰個進攻攻勢係非常之強，一路都係冇人可以擋住佢啊！
到，可惜我自己隊友在前面幫手。啱啱球證就有一個吹罰，因為後面的球手有所動作啊。就是頭先追波的時候，大家哄到大家。球證都要攞翻個波先，擺翻喺啱嘅位置去做呢個嘅罰球啊！頭先因為咧，約翰費沙咧，佢嗰個快攻嘅時候咧，令到後面一堆球手只能夠追住佢，所以嗰啲球手咧追嘅時候都會有所動作嚇，就係將做呢個 ride off 啦，將對方推走啊！咦，似乎係冇犯規，所以就咁開波嘅啫。雙方係爭球，最終阿根廷解到圍，兼夾咧有機會推個波上去，但係再補多一棍嘅時候咧，補唔到啊！個波咧就黐咗喺板邊，而家打翻出嚟。廣東想將個波咧就送翻上去佢哋前場啊，右邊嘅前場啊。阿根廷隊頭先個球手都想去幫手去攞翻個波啊，但係可惜佢攞唔到，佢 miss 咗個機會，又係一個反波。大家追住個波啊！而家因為實在太黐住個板啊。回放都是黐翻個板，大家都好想打，但係唔敢落手啊！但係未打到波之前咧，球證已經係吹雞啦。你記得有陣時啲波咧黐住個板邊嘅時候咧，嗰啲球員咧佢會有啲克制，因為佢好想帶個波，將個棍帶去個波，但係又怕好容易勾到對方嘅球手嗰支球杆，而造成一個犯規。反而將個機會送咗俾對方，所以佢哋比較克制，都係舉起個杆睇下咩狀態先，睇有冇人幫一幫手，然後先準備去打個波嘅。咁啊，因為啲馬都打咗一段時間啦，咁啊都需要一啲休息啊，咁所以球手就出嚟場邊即刻去換翻。另外一隻馬先，而家呢一刻咧就好明顯啦。港隊雖然都想搶翻，但只要港隊能夠保持住而家領先嘅優勢，捱埋最後啲三分半鐘咧，就可以昂然進入決賽，迎接翻咧就係英格蘭啊，都係上屆打完係進決賽之後嘅對手。不過上屆咧，英格蘭同埋香港咧就係要落到去季軍戰咧，就係爭勝負。咁啊，上屆我哋富國高銀超級世界盃嘅決賽對手係由阿根廷對住美國嘅，咁啊美國已經首先就落咗馬啦，咁啊睇下究竟而家阿根廷落後緊，能唔能有機會咧做個反撲？而家港隊可以話每一步都戰戰兢兢啊，因為咧確實阿根廷一定會步步咁樣進逼啦，而佢哋咧有冇機會？阿根廷有冇機會可以搶攻咧？確實佢哋個防守咧係好重要啊！咁啊，睇到咧，而家波咧似乎判咗落去，去翻咧就係阿根廷前場嘅三十碼線喎。見到阿廣州成哥特啊，都一路同我個球仔喺度傾緊偈，就話：，係頭先個波應該唔係咁嘅。咁但係當然咧，佢哋都要尊重翻個裁判嗰個最後嘅決定嘅。呢、這個位置開波確實對阿根廷隊係有利嘅，因為都唔係特別困難啊！呢啲定點球啦，又喺個場嘅中間，咁所以港隊咧都覺得有啲威脅性啊！睇下而家咧，阿根廷會用邊一個球員去處理？咁啊，港隊兩位球員都企喺個柱中間。準備定啦！
做一个准备挥杆动作，似乎是奥比杆啊！哦，哇！呢啲情况一定是开高波噶啦，高波嚟讲是最安全的，因为系冇球员可以阻挡到个波入球啊！咁即系话打成平手啦，又九比九。阿根廷暂时咧就系已经系追翻平手，咁啊，如果呢三分钟左右仍然系未有胜负分嘢嘅话咧，即系话今日第二场总决赛又好似寻日一样要加时噶啦。港女就会特别咁样紧张，而家希望可以做到一个进攻啊！阿根廷队带住个波，港队嚟翻个回防啊！贾伦追到个波，一路咁样向前追啊，向前推进。阿根廷隊當然都係追翻住佢哋，唔會俾任何機會佢哋啦。但係咧，加倫睇下可唔可以打翻埋去中間，追唔到第二棒都係打歪咗嘅。因為嗰個速度實在太快啦，高速咧，所以佢 miss 咗個波，啱啱去咗個板位啊，然後將個波推翻出嚟。哇！見到奇立緊突然間射咗出嚟，哎，後面再補，哎呀！兩下黃金嘅機會，港隊錯失咗啊！好有機會嘅，其實頭先唔緊要，嚟翻個 backhand， 希望可以交翻俾隊友。跟住而家又換到阿根廷嘅搶攻，不過佢哋咧都係未控得到，未控得實個波啊！約翰費沙喺後面準備做個回防，阿根廷隊。定一定個波，攬住嚟個高波，但好失意。尾巴，尾巴仍然都係尾巴，拍過嚟中間，窄角度咧唔夠咧，就係向龍門嘅位置啊！最終咧就係出到底線。你見到頭先尾巴咧，佢係用力嗰個度咧，係去到將自己成個身拋出只馬以外，而係向曬右傾嘅。基本上佢個人咧剩翻三分一喺只馬上面嘅啫。哇！好快開波喎！見到港隊已經咧將個波打出嚟，不過睇睇翻慢鏡先，兩邊都有一個黃金嘅機會啦。最後其實呢下打得硬嘅，但係可惜個角度太窄啊！繼續開波，港隊會乘勝追擊啦，可唔可以？嚟一個板波，大家都係追住啦，黐住，希望可以將個波帶翻去中場。大家都混戰緊啊！啲馬腳你見到好混亂啊！好喺右路上緊港隊，但係阿根廷已經係回緊防噶啦，仍然都係奇立緊控住波。俾人包抄啊！而家奇立緊你睇，苦於嗰個苦戰啊！俾阿根廷可以反手解圍，睇下邊個追先啊！好，港隊先翻到嚟。球證一路都冇出發，可以繼續啦。戈達將個波打上前少少，再補多棍，哎呀，中馬身啊！中咗對方馬身啊！戈達已經好努力㗎啦，連打兩球啊，又係板波將個波退翻出嚟，慢慢嚟，係啦，講得多翻個波先，做翻啲追步嚟。楊費沙用一個 running up 咧，將對方嘅防守球員抌走咗，最後五秒，鐘響咧都仲可以有咗三秒去完成佢個進攻啊！戈達，好，最後三秒啦，真係，講得仲有機會㗎，去到龍門口，去到龍門口，未入到，睇下邊個可以再加多棍。好可惜啊！頭先球證已經吹咗啊！睇下吹俾邊個啦？而家吹俾港隊，哇！你啊，吹俾港隊喎，應該。約翰費沙非常之慾緊啊！因為呢一個份球可以話係最後一下奠定勝局噶啦。而家關鍵所在啊！球證咧就係商議緊，究竟呢一球吹罰嘅係咪俾翻港隊咧？如果俾翻港隊三馬線嘅話咧，咁啊好大機會可以攞到呢一場勝利。再睇慢鏡。解圍個波，咁但係阿根廷咧就打空咗，而亦都係因為港隊嘅成員咧將阿根廷隊兩個夾住咗啊！咁啊，基本上啊一堆馬撞埋一齊。頭先嗰個情況確實啲馬咧，因為高速嘅情況之下，佢哋唔可以停得切啦，亦都係非常之嗰啲球員非常之 aggressive 啦，希望盡量將嗰個對手 ride off 㗎。
咁啊，但係喺個龍門前面㗎啦，俾邊個咧？咁啊，因為我哋而家咧喺完成個法定時間七分鐘之後咧，仲有嗰額外三十秒咧，都係進行咗十二秒嘅。咁啊，即係話如果係港隊嘅攻勢咧，佢係可以繼續嘅。咁究竟有冇犯規咧？係咪吹停咗之後，球證選擇係冇犯規直接開波咧？咁啊，球證而家都商議緊。似乎係喎，似佢攞波手勢應該都係會就咁抌開波啫喎。好嘢！好啦，咁啊，因為咧喺龍門前啊，俾到港隊咧有入波嘅機會，所以咧最終嘅香港隊見到啦，咁啊裁判同雙方亦都已經握手啦，即係話咧香港隊10-9能夠擊敗到上屆冠軍阿根廷，亦都係順利殺入決賽，即係話上屆係呢一個超級國家杯兩支係季軍賽嘅球隊，最終咧英格蘭同埋香港都可以殺入去決賽，再睇多次。咁啊，見到林道美美咧，其實好簡單啦，因為佢開波嘅位置喺香港隊就喺正一個龍門前面嘅自由球，所以咧對於港隊其實只不過輕輕咧 tap in 就搞掂，所以都唔使爭位啦，直接咧就係港隊入到呢一球。因為頭先嗰個定點球大家都知道一定會入㗎啦，咁所以你見到個球員未開波，後面嗰啲球員一聽到個球證嘅吹罰咗判咗之後咧，都已經握緊手，因為知道港隊係一定會入波嘅。而你見到約翰費西一路都係非常之緊張嘅狀態啊！因為呢邊應該係奧比幹啊，嚇仲喺度拗緊鏡嘅其實，咁啊因為覺得臨尾咧係應該佢覺得係自己俾人侵犯咗，咁啊個位置，但係判咗個定點球俾香港隊，亦都成為咗呢一場賽事嘅關鍵嘅轉捩點，即係結果啦，10-9，咁啊恭喜曬港隊取得勝利。咁啊，當然呢個時候咧，亦都又再一次咧，俾到我哋現場嘅球迷咧，就落到場幫我哋咧補補個草地，亦都現場咧，但會安排咗咧，係有歌手咧係喺現場啊，為大家送上表演，可以話真係同我哋講到一齊慶祝下啦！呢場比賽確實非常之精彩，因為你見到每一球嘅入波咧，嗰啲球員都係盡量去爭取個機會啦。而佢哋亦都係初初亦都係一個膠著嘅狀態，所以見到咧喺第四、第五局嘅時候，大家都爭得非常之辛苦，而港隊一路佢都冇放棄過啊，爭持到最後咧。雖然最後嗰球你見到啊，約翰費西係特別慾緊同嗰個球證去理論嘅，咁啊非常之成功啦。咁啊球證都睇翻，咦，確實可以做個定點球，而呢一個機會就交咗俾香港隊取勝嘅。好啦，咁啊，當然啦，今日咧，我哋完成咗第二場嘅富國公平超級國家杯2013嘅準決賽，咁啊，可以話見到咧，就係英格蘭同埋香港隊雙雙咧就係打入去決賽。咁啊，嚟緊聽日咧將會有一日嘅休息日，咁跟住去到10月4日咧就會迎嚟咗我哋嘅季軍賽啦。咁啊，而至於冠軍賽咧，就將會喺10月5日嘅舉行噶。咁我哋當然啦，香港 Now Sports 我哋亦都會繼續現場直播，去將季軍賽同埋冠軍賽送俾我哋嘅觀眾。再一次睇一睇我哋嘅晉級路線。咁啊，英格蘭喺尋日嘅第一場準決賽擊敗咗上屆亞軍美國隊，進入咗決賽。而至於另一個決賽席位，就係今日咧由香港隊擊敗咗上屆嘅冠軍阿根廷，而令到咧決賽成為咗香港隊對陣英格蘭，會喺10月5日同大家送上。而至於咧係相隔一日之後，10月4日咧就會係進行季軍賽，由美國隊對住阿根廷隊噶。咁啊，當然啦，喺尋日嘅第一場嘅準決賽，美國隊係喺黃金入球先至輸俾呢個英格蘭嘅。咁啊，當然香港隊今日咧亦都僅僅以一球之微，10-9咧擊敗咗上屆冠軍阿根廷，感覺都係好似黃金入球一樣啊！咁啊，憑啊憑藉咧係港隊嘅4號球員約翰費沙臨尾嘅努力咧，係可以爭到呢一個嘅機會。
再一次再一次恭喜曬香港隊，亦都希望我哋各位觀眾繼續支持我哋 Now Sports 喺事隔一日之後，10月4日同埋10月5日，繼續咧同我哋翻到嚟天津欣賞富國工人超級國家杯2013嘅季軍賽同埋冠軍戰。再見。